金港湾华人总会大年初一在洛杉矶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了春节联欢会，邀请 PV 地区的市长、市议员一同来欢度中国的新年。请看报道。金港湾华人总会在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洛杉矶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热闹登场。PV 地区的市长、市议员等美国的主流官员与华人社区的各界人士三百多人。 欢聚一堂，共同欢庆今年新春佳节。金港湾华人总会成立的时间不长，但却在配位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次在主流举办春晚，是希望在海外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同时也让美国的主流官员认识和了解东方文化的魅力。这是在 P V，嗯、呃。 山上是第一个华人的联合总会，呃，在这个二零一七年春晚，嗯、呃，到来之际呢，我们所有的华人在这里举办了。 在创 r 高尔夫球举办了一次非常盛大的华人晚会。通过这个协会，大家互相帮忙，而且搞一些活动，使他们还能够记得呃祖国的那那些传统。另外，对这里的市区也会有呃很大的影响。对中国人在这里有已经有定居了，也对这里本地人也要有贡献。春节联欢晚会上，节目丰富多彩，包括古筝演奏、越剧清唱、太极剑。 京剧演唱、中国民族舞歌曲演唱、笛箫演奏和汉服服饰展。南加州台大校友会舞龙队还表演了开场龙舞。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洛冉基采访报道。